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边悲伤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两位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有人是和董树林定情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咱继续看新闻哦。这个吼，伊讲转移服务核实的这个焦点啦，像像这种啦，后新闻通去报。所以感觉今麦这个国家讲叫做民主啊，民主家安尼都啥都凊彩拢会当讲的就对了。来，伊讲清国的时机吼，遭受到质疑啦。你啊看，这自由时报，你啊看，搁刷落去咧弄到烧家啦。搁咧弄到小家啦，来，这个自由时报吼，伊讲吼，五边清国拢面临重大的这个议题安尼啦，连这安尼，后堂都报就对了。那么马政府自1997年执政到今日。法务部隆重执行五遍伊的这个示范的这个请愿啦。那么，这五遍请愿的这个时机，拢甲国内重大政治这个议题关键的时间，哦。那么，
可以说时间点都重叠就对了、啊、那么有法界人士就质疑了，这法界质疑就是什么，绝对是绝对是就赢，对不对？他说执政党高层每遍民意在革命的时候就以枪决死刑、哦、死刑犯来转移社会的这个注意的焦点，将这死刑犯当作肉票安尼，终将会被看破脚手。这哦，这就绝对阿洪就唔免讲了，99%，这就是立赢的。啊，伊的这个法界人士伫咧讲，阿洪认为讲这无中生有的啦。对不对啦？无中生有，你讲管是唱歌啦，管迄个啊，这个人民的这个诉求，我感觉真奇怪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那么真理大学我那个主任吴庆庆，哦，吴庆庆长表示的，哦，这个有名有姓的哈、哦，咱得个注意看麦。那么马政府长期放假死刑犯，还来当作肉票。民调低迷的时阵，就掠几个死刑犯，哦，还来枪决你。这种的做法哦，真歹啊，真糟糕了啊！全世界会用枪决死刑犯来转移政治的焦点的这个国家，往往拢是北韩。啊，你莫讲。大陆对唔对啦？啊不，你敢若讲北韩安尼啊？你无大陆煞甲讲讲落去，毋捌对。啊，因迄种国家无论啥物啊，都发唱歌就唱歌啦。你咧讲北韩，你讲讲学北韩去，对唔对啦？啊，迄是你的想法，他甲想法无共的啦。你甲阿方的想法拢无共啦，对唔对啦？啊，像你敢若讲北韩，哦，中国有啦。哦，北韩中国啦，即类的伊的这个极权国家，难道台湾已沦落伫个即种的这个顶级吗？哦，我拄啊，敢若看到北韩，我就讲话啊，其实伊也够讲中国，哦，所以我拄啊讲了伤紧，啊，人有讲中国，咱嘛爱甲讲啊，有到中国啊，这个极权国家，对不对？那么长期放假死犯。哦，当作肉票哩。99年4月25日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、甲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举办着这个 ECFA 哦，这个世纪的这个辩论啊，两方经过这个议题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阵啊、哦，那么同日下晡国道3号的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。发生严重的这个走散啊，造成了死交通部长莫迪国又搁搞出的什么呢？这个兵规已经准备好啊呢，誓言的这个风波啊呢，啊，这跟迄嘛无什么关系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那么比以前一年八八风灾的这个期间啊。哦灾民质疑政府无积极伊个即个抗灾，马英九看了灾民，吼、哦、哦，看到灾民啊，吼、哦，那么世人的即、這個、看到灾民，竟然讲的孙阿娘，这毋是看到阿妈，伊意思讲，啊，这我都来看呢，就对啦，安尼也袂使就对啦。那么这名人相提并论安尼呢？那么引发到这个人民的这个愤慨，法务部党规30日枪决这个洪信尧等4名的这个囚犯死犯啊！啊，可怜啊！这个爱连做伙啊，我感觉真奇怪啊！那立刻攻占到这个重要新闻版面呢？转移新闻的这个焦点嘛，哎，拜托，啊，这本来就是拢安尼啊。啊，红中秋不是同款，啊，新闻不是同款，一面倒，拜托的。
你这什么真理大学法学的主任吴敬钦先生啊，这你怎么不爱讲啊？啊，讲的是什么？那么一百年三月四日，法务部请决官官将宴顶无名的这个司法死刑犯，隔天正是南二岛高雄市台南市立委补选投票日，吼，伊个连想敢会算安尼啊？啊，我看你这吼，爱去买这个买什么啊？买这个乐透。哦，你去买乐透，绝对对的啦！操你安尼咧，哈、啊，这绝对对的。什么咧？你为保送的这投票率，这安尼也有代志安尼，哪有牵连？那么国家这期，这种的时阵安尼啊，意味伫个凸显着政党，执政党伊的这执法决心安尼。既然股票、搁起票，又搁会什么转移焦点，这拢你咧讲的，这你拢咧讲的，这拢你预测的吼。那么南部造势暗会绿营的这个人气大于这个蓝营，就由执行这个枪决，分家新闻时段啊，甲这个版面吼，消弱选情之压，对选情。伊个即杀伤力嘞，吼、哦！你只呢联想干呢，实在想呀。那么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，前总统陈水扁啊，甲因某吴淑珍被控伫个两边金改收贿一案啊，最高法院罕见啊，自为判决宣判扁啊，甲阿珍啊。各十年呢，八年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么并科罚金1,800,000元定刑。隔当天，吼、哦，法务部啊，随着枪决陈金火啊、龚德强等六名这个死刑犯啊，搁再引起外界批评，这执政党高层以死刑啊来暗号，淡化着。这起政治的这个审判呢，哈，实在有影。在去年4月19日，立法院国民党的，哈、哦，啊，那么提案表决是不是讲停建核四案？立委杨辉奋战，张外军将直接抗议，当日传出陈水扁日前无预警的这个。被转送到台中，感觉背得这个病安尼有代志，是怎样啊？那么立委冲入去法务部啊来理论啊，邱义英吼啊来突破这个部长的办公室大门。那么当天迄只暗啊，法务部执行枪决，陈水钦顶六个这个死刑犯，可怜。安尼后连接都对个了。那么时机嘛是执政党施政遭受强烈抨击之际都对了，哦。那么昨罗英说头一遍执行死刑，啊、哦，正拄啊好太阳花学运，哦，拄啊好退场安尼。随即出现了林基荣禁食啊，甲反核时伊个这个。澎湃的这个当头，法务部这个时阵就动手啊，嘛再次引发到这个政治的这个联想啊，拜托的，真正有一种人，哈，啊，佫会提安尼出来，我可怜啊，这种的讲我都发怪你，哎，这个人事，哈，好啦，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，有所不同，再见，拜拜。